那因为今天有传出就是台中医院有七名患者跟看护确诊，那卫生局说初步筛检是阴性，那我们现在目前第二次 PCR 结果是怎么样？那这个是不是院内感染？其实在医院有发生这个事件出来以后，第一个时间就是采取应变的措施。应变的措施，病房密集做了必要的处理，除了本身病房进行以外，同时也做分伤处理和收治。对有接触的进入人员，就快速的去做裁剪，怎么扩大范围裁剪不是？在目前我们裁剪都是阴性，而且院内跟全面消毒，尤其在中央 CDC 的协助下，有做那个深度的感染，要做深入的处理，给明确知道感染的反应，所以